感，亦都咧得到咧好多觀眾咧都會支持我哋有美男駕到，所以今日咧我哋繼續都係有美男駕到。唔好嗌住，失禮曬。啊！你哋哇，條裙依然繼續短啊！嗱，但我想問一問你哋啲國語得唔得先 ？OK 啊，沒問題啊！哇，因為我哋今日咧，我覺得今日我哋嘅美男咧充滿滄桑味。如果喺電影嘅角色裏面，佢應該係個做殺手，而佢有一首主題曲，佢應該係《你吻我》啊？點解咧？佢個名字就係叫做《你吻》。清楚，哇！其實李允聽唔聽得明廣東話咧？聽不明，聽不明啊！哇！咁其實我問幫你翻譯一下。哇！翻譯，你諗住用翻譯嚟到迷倒人哋係嘛？我想問一問咧，李允，你有多高？1.85米。1.85米，哇！因為六尺幾，哇！我又想睇 compare 下，我係咪真係蝕咁多？我咩事爭住攬？幾好啊！冇啦 ，Jo 哥，唔好咁樣啦。請嘅呢個嘉賓，OK， 前座前座先。我係一個美男。好啦，咁啊，今日咧，我就知道你上次咧反應太熱烈啦。係。介紹一點你自己，好不好？我叫雷曼。哎哇！今年就只會說一句。哎，別掌聲，滾！講我講我。今年24歲。24歲。對，來自北京。啊。興趣廣泛。哇，廣泛嘅興趣，好像在 Facebook 介紹自己，唔係啊 ，interested meeting friends 咁樣。好啦，嗱，我將個時間咧就交俾你哋啦。今日國語，大家有冇準備問啲咩問題咧？有喎、啊，好啊，係啦、啊，緊張啊，你有冇女朋友啊？有。哦，那你嚟幹嘛？你會喜歡說不是說國語的女孩子吗？这个无所谓，哇，对，主要看人嘛。真的很广泛啊，就是只要漂亮就好了，说不说国语都无所谓，就反正平时也不用沟通。嗱，唔該，我哋歡樂今宵主持咧，喺你哋咁迷倒俾佢用國語講嘅時候，都講一講你頭先問咗咩啊？因為我都唔明啊嘛。因為我頭先就問佢係咪淨係靚就得啦，就唔使講國語，因為都唔需要溝通就靚嘅，帶出去有肥有。係咪淨係個名樣靚同埋姣身材就可以咧？不行，漂亮也得溝通嘛，對不對？哦，所以還是漂亮最重要。一半一半吧，一半一半。一半一半。嗱，都算坦白呢個。OK， 另外一半是什麼？嗱，外貌我哋大家都知噶啦。你最终内在内在嘛，内在你要找哪个类型的？要温柔一点，大方，有气质，要温柔一些，大概就这样吧。那温柔一些，温柔你就有了。讲国语的女生都是比较温柔嘛，不会像广东话的女生不会吧？讲国语的讲国语的一般都来自北方吧，是吧？然后讲粤语的一般都是来自南方，所以南方女孩可能更细腻一些。是吧？南方的女仔比较细腻啲喎，所以你不喜欢南方的女生？都喜欢，都还广泛了。你怎么以为啦？那如果有个南方的女生，她是很粗鲁的，可是为了你特地学国语，你会感动吗？不会感动。哎呀 ，Karen 就系南昌呢个星期，佢一收到风话，今日系有讲国语嘅，就去练带。练咗几耐咧？你伤心啊！伤心，我日日都听国语歌噶。OK， 嗱，咁啊，其实阿李允，你觉得你最中意嘅女仔系边类型嘅女仔？最喜欢的那一种，是那一种类型的女生啊？你望着我不是女生。最喜欢哪一种类型的女生是吗？对，这个还是怎么讲？你可以形容外表，或者是外表，你会外表第一眼你会望咩咧？第一眼你望什么？一个从一个女生当中你望什么的？什么样的女生会让你看到一见钟情？一见钟情啊！你相不相信？比较爱安静的。安靜啊！真係我哋唔得啦，我哋八嫂嘅。我現在女朋友就是這樣，是很安靜。對對對，該安靜的時候乾淨，然後不安靜的時候就不安靜，就是你已經不在家的時間。不會不會不會啊 ！OK， 咁啊，譚家琪你我就想問下你，不過懷念你啲國語咁犀利啦，你哋問咩？咁我想問下，其實你同即係女仔嗌交啦，經常女朋友都會嗌交噶嘛？你覺得最厲害嘅武器係咪眼淚咧？如果個女生一即係喊嘅時候，你會唔會同佢講下國語啊？你咁叻，明白嗎？
不明白。就是女生如果一哭的话，是不是就最好的武器就马上就心软了？就算是她错。就算是他错，那也得先把事情平复过去，然后再讨论谁对谁错。问题是怎么可以平复一个发疯的女生呢嘛？不是发疯，是伤心吧？伤心，有时候他哎呀好激气啦，咁我觉得你好乜嘢要闹交，你怎么平复一个很不平复的那个女生？你怎么？就是带你吃 kiss 啊！我你系一个招数嚟嘅，唔怪得而家都冇女朋友啦。人哋靓仔可能用其他用只眼睛杀。怎么样可以呢？就带家吃好吃的就行了。